般若哦，我们呢，先对这个般若呢，这个认识，般若呢，就是我们佛性的智慧，哦，它呢具备在佛性里面，是我们的那个妙智慧。我们平常呢，在凡尘这个生活用的呢，都是聪明，都是我们那个心力智，所以不是用般若。这个般若呢，要我们能够万念放下，能够呢启发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以后，它才会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生之中呢，很重要呢，就是要启发般若。般若呢，一启发了以后我们会从这个性分之中认识真理，然后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个时候这个率性而为就非常容易。那我们用凡尘学的是一些聪明，那个聪明都会走入自私自利，所以会把我们的浩然正气全部都用光。那我们没有浩然正气的话，那个人格就很这个低下。所以我们呢要自己培养。哦，要培养很高超的人格，要培养跟天地一样，哦，这个人格天地人，人为三才之一，哦，配天配地所以我们呢，现在的人都没有感受呢，跟天地一样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呢，般若都不呈现。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就要来启发我们般若，把我们凡尘所学的、所经过的、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般若才会产生所以这个很奥妙的。只要是我们仗着自己的那个认知就是学识我们学的很多念思念的很高。那这样呢，般若它吃不来，哦，不会成仙，所以一定呢，要我们这个万念都放下了，哦，般若才会成仙。般若很奥妙，它呢会这个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它会告诉我们，哦，会自然而然呈现，哦，答案就在你的脑海，我都知道了了分明，那个就是般若妙智慧，哦。所以我们呢，先对般若认识。那么底下呢，我们看这个众生不知自相空法。我们呢，这个自性空、自相空，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形象它是众缘际会，本来就是空的。然后我们的自性呢，也没有形象，也是空的。所以不知道空，所以才会呢，随心。起着取向生着这个我们的住相了，然后着相了，执着了，执着了，我们呢，这个是生活之中呢，这个很容易去换的，这一些事，我们这个取向就是着相了，然后呢产生执着，因为呢有这个执着，所以就染凡尘。跟凡尘就很投入就染了五颜六色。因为呢，染我们染了凡尘，所以随着凡尘的那个潮流，我们追求五欲。这个五欲就是感官的享受，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感官身体的感官要享受，享受呢就叫五欲五欲乐。我们呢，都随着凡尘的潮流，这样呢，跟大家一起追求。那么随着这个五欲故为贪所护因为呢，我们要贪身体的享受，所以呢，就被这个五欲覆盖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已经呢被覆盖了。那么贪的因缘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就想。拥有这个感官的享受，拥有我们凡世间
哦，这个金钱哦，财产，因为有这个贪的因缘，所以哦，谦呢，就是哦，啊，不肯布施啊，就是我们台湾的话说，是先只怕你的事业干，那个就叫谦了、啊。哎，我们老一辈都知道哦，哦，那是先只怕你的事业干，要提出来哦，哦，真无简单。哦，谦哦，虚狂嫉妒，哦，这个嗔恚斗争，就贬哦，等于说所有负面的呢啊，我们都有了，因为有一个贪在哦，所有负面的哦，那一些情绪啊都出现，哦，谦虚狂嫉妒，哦，嗔恚斗争，这个都是负面的，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是一些负面的哈、哦，都不要有。假如说我们负面的都有，哦，那我们呢，佛性啊就不光明，哎，会被这个负面的哈、哦、污染，啊，变成呢尘垢啊，哦，一大堆。所以要把这一些哦虚狂、嫉妒、哦嗔恚、斗争，这一些呢都要去掉。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这个嫉妒啊很厉害，哦，嗔恚也是很厉害。哦，一念嗔心起啊，百万就障门开。哦，所有的障，哦，只要是我们嗔心起啊，哦，我们这个把所有功德林啊都烧掉了。哦，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哦嗔恚，也不要有斗争。哎，斗争呢，就是要争个哦这个你死我活的那一种哦那个现象。那我们要了解平等法，哦，凡尘所有一切啊都是平等，哦，不用斗争。那么以嗔恚故啊，起之罪业，哎，有嗔恚了，所以啊，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哦，那个罪业啊，已经呢啊造了下来，无所事知啊，就是我们造了罪业，还不知道，哦，不认识啊，我们已经造了罪业，是故呢，受终随业因缘，哦，生于啊，哦，彼处，哎，我们呢，这个寿命啊，到达终点了。哎，我们呢，这个有生呢就会有死，寿命一到达终点，就会随着我们在凡尘的业啊，哦，这个业的因缘，我们行善呢就有福报，哦，作恶呢就一定呢会有恶报，哦，就生在呢啊我们所造业的哎那一种果报的现象哦的地方，那么续作呢生死业，继续啊又做的生死业，全部啊。都在生死之中，常往来六道，哎，就是吼、哦、没有脱离啊这个六道，哦，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哦，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六道，我们在六道之中轮回。那我们现在呢啊，能够得到人的身体，人生呢难得啊，我们已经得到，啊又呢能够呢啊遇到上天大开普渡，我们又求到了。所以这个很难得，要把握呢这个哦，这个叫哦这个良缘哦，能够呢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我们要好好把握哦，要把它修正呢，恢复到啊我们的本位，哎，就是佛，我们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那现在呢，我们被障碍，被自己的业障啊障住啊，没有成佛。那么底下呢，这个佛就讲。哦，多欲之人啊，哦，这个欲绝啊，这个欲多，哦，欲就是呢啊，那个想要，哦，那个欲，那个欲绝啊很多，哎，这个多欲啊很多欲望，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欲啊没有哦那个底线，就是无底深渊呐、啊，哦，我们呢追求一个，达到了以后啊，哎，又另外一个新的生出来，啊越哦。越要越多越大，哦，所以那个没有满足的时候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远离啊这一些哦多欲。那么以他哦端正女人约会啊，哦此女失约，哦这个呢啊这个多欲之人啊欲绝也多，哎跟呢很哦这个漂亮的女人约会啊，哦端正啊就是很长得哦很好看。那么此女失约，是一个女人她没有来赴约，须菩提，欲云何？是多欲人，哦，欲绝为与何法相应？
哦，这个多欲的人，他的欲觉，哦，他呢希望呢得到的，哦，跟什么法相应？然后呢，啊，这个须菩提哦就回答说：“世尊是多欲人，哦，但其哦欲觉啊相哦相应念，哦欲想处理，就是呢那个欲觉，哦他的那个欲望，哦那个觉得需要的那个哦啊念头。”相应，哦，跟那个念头相应，然后一直啊，一想此女，哦，一直在想这一个女人。那么不久当至，哎，想说呢，跟他约会的这一个女人啊，她不久一定会来。那么我当哦，已知啊，坐卧哦，这个戏笑，哎，这个我当呢，跟他呢，哦，就是谈情说爱。须菩提，于意云何？世人一日一夜啊，习取意念。哎，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就问哦，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啊？是一个人哦，多欲的人，他一天一夜啊，哦，起多少的那个欲念？哦，这个须菩提就回答哦，世尊，世人一日一夜啊，起念甚多哦，他起的那个念啊，啊非常多哦，就是呢，这个喜欢呢跟那个哦。啊，端正的女人啊，哦，能够做爱，哦，起的念头非常的多。须菩提，若菩萨哦如生般若波罗蜜教，思维学习，则远哦，则理退转啊，即过恶。哎，这个哦，假如说菩萨呢，哦，进入啊那个生的般若波罗蜜教，哎，这个如生哦，我们就是了解哦，这个般若就是妙智慧。然后波罗蜜呢，就是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哦，就是很祥和的境界，哦，能够按照啊妙智慧啊，到达很祥和的境界，哦，是一种佛的教导。那么思维学习，能够呢，哦，思维能够呢学习，哦，波罗蜜，则离呀、啊、这个退转及过恶啊，哎，会离开哦退转，这个退转呢就是啊。哦，退失菩提心了，哦，就是不想修道了，要退转。然后过恶啊，就是我们在凡尘造啊那个恶的因缘，哦，已经呢造那个恶啊那个恶的业因啊，已经种下来。哦，只要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呢，就可以啊，哦，离开退转以及呢这个过恶。那么舍若干结束生死之难，我们可以哦舍掉啊。哎，就是哦，若干哦，就四目不一定了、啊、哦，结束哦，那个结束啊，我们要了解到哦，它一劫的时间呢、啊、非常长，我们可以离开哦，舍掉啊那一些呢生死之难哦，我们呢没有退转菩提心，没有种了业哦那个恶业啊，那这样呢就不会落入生死，不会再生死六道轮回，所以就可以舍掉啊哦那个生死之难。这个呢，哦，是一段。那么底座底下呢，这个哦，有那个三角。能不能大概讲一下它整体的意思？啊？整体的意思，这一段。这一段整体的意思啊、哦，哦，这个呢，因为或许是把那个哦，有关于波罗的部分啊，把它抄出来，所以没有哦，全部的那个经典啊都写。那这一段呢，他就讲说，我们呢那个多欲啊。这个大概都是在比较年轻一辈的人，哦，这一些人呢，他那个身体的那个需求，就是生理上的需要，所以他的欲啊就比较多。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这个佛在讲这个欲啊，就是在讲男女的关系啊，就是男女之间呢哦那个做爱的关系，哦，只要你欲望一多，多欲了，那个欲觉啊，就是一直想要。知道吗？你没有结婚，你怎么知道？没有地方。哦，那个欲觉哦也是很多，哎，啊就会呢，哦，跟他能够接触接近的哦，那个啊，哦，他认为比较哦端正的女人呐、啊，哦，他就会有。那一种心啊就会想要，这样了解意思吗？
啊，所以佛就在讲哦，说是一个人啊，他在日常生活哦，一天一夜之中啊，他的那个意念啊，有起多少，占了大概我们哦24个小时的多少分，就是这样的意思啦。那我们平常呢，哦，假如说啊努力在修道的话，他不会整天都想这个事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夫妻呢，哈、哦，那个正常的哈、哦，那个周爱啊，他也有一定的哈、哦，哎，那个时期呀、啊，哎，那个一定的时期呢，哦，这个天后不正的不做，就是有狂风暴雨啊，不做，哦，然后呢，有那一些佛菩萨的哦，那个。纪念日啊也不做，哦，初一十五也不做，所以就是要有节，要有节度啊，你要自己哦，这个省量，要有一个节度哦，这个夫妻之道，哎，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要有节度，啊，不要呢一天到晚都想着哦，哎，要做爱，哦，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呢。哎，就是讲，哦，说呢，我们凡人啊，不进入修道，哦，不知道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会哦，被那个生理的需求啊，所约束，那、啊、你就会一直想要，那变多欲，哎，那个欲求就很多。那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啊，你就有妙智慧，有妙智慧的时候啊，这一些啊，它就不是主要的。我们起念的来源，哦，就不会一直想，哦，那一些，哦，这个男女之间交往的事就不会有。那不会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啊，哦，那个波罗蜜祥和的境界，又可以呢，哦，进入啊，哎，那一种就是一个绝对体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里面，哦，不会再相对。所以哦，这一段呢，它是。点一下，佛是点一下，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哦，这个舍离呀、啊，哦，这个退转及过恶的话，那么这个生死之难，哎，六道轮回啊，我们就可以啊，哦，免掉，要了解意思吗？哎，还在一个循循善诱的阶段。那么底下哦，这个知法实性呢，哦，无生无灭。哦，这个知法就是万法它的实性啊，哎，万法的实性，各位浅显，万法的实性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哎，所以万法哦，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空，可是它的实性啊，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哦，我们要关照呢万法的实性啊，啊，无生无灭，无垢啊，无净。哦，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呀、啊，哦，没有生灭，也没有垢净，没有对待，哦，它是一个绝对体的，哦，名字呢是因缘和合作法，哦，有名字啊，哎，我们在凡尘用，哦，有这一些名称啊，它呢名称的由来都是因缘和合了以后，然后才有这一些名称啊，名称也是假的，不实在。哎，我们说佛说众生哦，那个名称啊也都是假的，都不实在哦。所以呢，这个名字啊是因缘和合作法哦，但分别异想啊假言说，哎，这一些哦名称呢都是分别，哎，让我们能够呢分别啊，哎，东是东西是西呀、啊，哎，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哦，那个分别，然后异想。哎，因为有名称啊，让我们能够啊，哦，这个回忆的想起，哦，这个什么，哎，什么形象，什么东西，什么事情，然后借着哦语言啊来说，哦，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假言说。那么行时啊，哦，不见一切名字，就是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在修道修行的时候啊，不见一切名字。拢无看到名，拢无看到名称啦，
没有见到佛，也没有见到众生，不见名词，不见呢，故啊不着，因为我们不见到名字，名都无看，所以就未哦执着，啊未着相，这样了解吗？这个蛮哦殊胜的法门哦，哎都没有名字，名字都是假的，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哎不见名字，哦名拢无，名称都没有，哦全部都没有，我们呢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它就是没有实相。他在跟我抗议，因为我们不见了，不见名称，不见名字，所以呢不着相，也不执着，那我们不着相不执着，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已经可以呢到达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万念呢皆由心生，所以呢我们所有这个念头啊是从心产生，那么无论呢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应保持啊这个澄净之心我们呢所有这个万念啊所有凡尘的一切啊都是呢由我们的心产生的，所以我们呢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应该保持啊那个澄净之心，就是呢定力啊很高，不管行住坐卧啊不管处在什么环境，行住坐卧呢全部啊都在定，在我们的佛性的那个定之中很有定力，那么不为呢外物啊所染我们呢不为呢这个外物啊所左右不为呢外物啊所染污啦，所以我们现在离这个状态都还蛮远，人家呢这个称赞我们啊高兴的要飞上天，人家这个讽刺我们啊气得要钻下地了所以都受到影响受到感染，所以我们要培养不管行住坐卧啊遇到什么样的那个挫折的事啊都要有定力，这些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不为外物啊所转变叫做八风吹不动，这个八风呢就是嗔机毁誉啊苦衰乐利嗔啊就是称赞，机啊就是讥笑毁呢就是骂我们毁坏我们誉啊就是称赞嗔机毁誉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坏的然后苦衰乐利嗔机毁誉啊苦衰乐利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八个我们都不要被这八风吹动称赞我们也不要高兴，他称赞你称赞你的人有功德，你被称赞的人没有所以你不要高兴然后呢这个讥啊就是讥笑他笑你的话他有罪过，你没有损失，所以也不要难过所以我们处在那一种八风的状态之下要如如不动我们修道就是要培养那个定力人讲好也不用欢喜，讲歹也不用生气那都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为呢外物啊所染，那假如说我们很在意就被外物所染我们就染了五颜六色了就已经呢受感染，花繁柳密处啊拨得开就是非常呢挫折的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遭遇啊很挫折花繁柳密啊规个拢甲咱解甲互咱看头前拢看袂清楚那一种呢花繁柳密啊要拨得开就是你能够了解这一些都是假象不真。什么关系他该提醒我说要讲好一点不能讲太深了讲太深了听不懂要通俗一点
所以那个花环柳蜜啊，就是我们的生活遭遇啊，哎，就是很，哦，事情很多，让我们都看不清楚眼光，哎，那个叫哦花环柳蜜，好，我们也要拨得开，知道这一些都是假象，哦，不实在的，所以呢就不要在意，哦，不要在意以后啊，我们就是拨得开了，不会被假象迷惑，哦，不管好的坏的、啊。哎，我们都可以拨得开，哦，所以拨得开呀、啊，方见啊手段，哦，这个时候哎，可以看到的，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身呐、啊，哦，原来定力都够，哦，本来都有，那么疯狂与及时啊，站得住，才是功夫，哦，疯狂与及啊，这个表示哦，狂风暴雨，哎，那个哦，遭遇、啊、很坎坷。哦，生活很煎熬，我们要呢站得住啊，哦，这样呢才是功夫啊，哎，所以要从呢般若妙智慧啊，哦，这个生发出来，哦，这呢又是一段。那么底下哦，佛法性啊无边，哦，那个法性，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哦，凡尘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那法相哦。法相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万象，所有万象呢归纳就是、啊、法相。那我们呢凡尘的所有一切、哦、有关于性、啊、都叫法性。那因为我们用在、哦、这个法性 都会、讲那个无情的这些东西、啊、就叫法性。讲我们有情呢都会用佛性、啊、可是我们要了解、哦、它包含法性、哦、包含佛性、所有佛性也包含在法性里面，所以就只有两个，一个法相，一个法性。那法相、啊、就是所有的形象、哦、法性呢就是所有的、哦、这个凡尘、啊、呈现的这一个、哦、那个都叫法性。那法性呢无边，没有边际、啊哦、非常宽广、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那个啊佛性啊都、没有边际，所以啊我们知道哦，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啊，都是哦都是法性。那么起界啊哦心之所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法性啊不用借着哦我们心来把它度哦度它呢哦成就了，它是如如不动哦，不要呢哦借着我们心来度啊。不用借心来度，他本来呢，哦，就以心呢是如如不动的。那么真如非相，哦，真如啊，就是啊这个真心佛性的本体了，哦，真如。那么个真如啊，它没有形象，哦，虚假言之所前，哦，怎么要借着我们言语啊来解说？哦，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用了。不用借着我们言语、啊、来解说、哦、真如、啊哦、没有形象，不用呢、哦、借着语言、啊哦、来把它呢表示出来。是故众生呢浩浩无穷、哦、华海茫茫、我们众生呢就是非常多啦、啊、众缘聚聚而生啦、啊哦、这个众生啊就是众缘而显现的生相、包括、哦、这个树木啊石头啊它为什么会产生？就是众生，众缘而生呐、啊，因为我们研究的吼、哦，只有到有情的众生呐、啊，无情的不包括在内。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无情的也是众生。哦，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啊，只要说没有盖，它还没有生呢、啊，盖好就生了。哦，一样也是众生，众缘生的。哦，所以众生呢，浩浩无穷，哦，没有穷尽呐、啊。那么华海。哦，茫茫哦，何其这个华海呢？就是啊，非常广泛，它没有哦一个极点，就是非常哦这个浩大的那个意思。那么若也广行文喻啊，犹如见里求险。假如说我们呢要广行，就是哦要来找寻呐、啊，这个文喻就是哦这个文章义理呀、啊，就是我们从文字里面。哦，从语言里面呢、啊，要来找哦，找这个真如哦，要来找啊，我们法性，
等于就是吼、哦、找不到的意思啦。哎，所以吼、哦、这一些呀、啊，哦，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些吼、哦、啊那个理论呐、啊，哎，这个呢是引导我们要走入啊法性的，哎，所以不用住在吼、哦、那一些文字语言里面。哦，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假如说我们广行文艺的话，就好像哦，在镜里面啊，要求形象。所以天贤，我们对着镜子，可以要求镜子出现形象给我们嘛？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个镜哈、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物来则现啊，物去不留。你在镜子里面，你要求哦，你画一个哦，你出现一个哦活菩萨的形象来给我看，它会不会出现？不会，所以叫镜里求形。哎，我们镜里面啊，要去求形象哦，不可得啦，哦，不会得到的。意思说，我们广行文艺的话，哦，会啊找不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那个意思，习念观空哦，更是啊日中陶影。我们呢哦，把这个所有念头啊都熄灭，然后来观空哦，来观照啊这个空，更呢好像我们呢在太阳底下，我们太阳底下一照啊，不是我们有影子吗？那我们说啊，影子我不要，影子不要啊，就叫陶影。能达到吗？一定有影子，对不对？有影有影，所以我们谈话哦，有那个形象才有影哦，才有影子啦。所以有影无影，无影就是讲无实在的代志啊。哦，没有那个形体啊，它就没有影子。哦，无影啊有哦，有形啊就有影，哦有形就有影。哦，伫个日头下骹，你影咧，搁较走，伊就伫咧，伊就缀你呀。哦，你走去倒，伊就缀你去倒。那么知佛，没有问题吧？没有，这罗念的弟弟呀。贵嘛有影。你看到形象啊，哦，鬼的形象，哦，你看，哦，伊脚无踏到涂骹，哇，迄都是鬼啊，无你哪知影鬼啊？无你吵啦，太阳照他都不当。哦，你是在讲，太阳一照，它没有影子，它就是鬼。可是哦，那个鬼哦，它不会在太阳底下哦呈现的，因为那个太阳底下那个叫阳。啊，鬼啊，就是阴，啊阴阳，阴啊，佫出来吼、哦，太阳照吼、哦，他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因为它属于阴体呀、啊，啊太阳那个属于阳吼、哦、阳的时间呐、啊，啊他会很难过。没有太阳哦，下雨，那个雨一滴一滴呀、啊，就是一根针扎到他的那个身上，所以哦，他在凡尘，那个鬼在凡尘。他要忍受、哦、那个阳时间的那个苦啊，哦，他不能出来照太阳，一照太阳他自己找自己麻烦，哎，那个没有太阳在下雨的时候啊，那个一滴雨都像一根针扎到他的身体，很难过的，哎，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姜子吹那个昏师哦命案了、啊，然后那个哦那个专案小组。啊，找当地哦，去问，讲你做当地去地啊，去问迄个江子翠迄个分尸案的迄个死者，问看谁个台死的，出来甲阮讲。然后到地府去问了、啊，结果他没有去，没有去地府。那个哦，那个死者、啊、没有去地府。那我们就问那个哦，阎罗王说，死掉以后可以不来吗？他说可以啊。可以不来，就是他有很大的哈、哦、那个怨愤，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很大的那个怨气啊，那个很厉害。我们以前不是有那个修道哦，可以腾云驾雾吗？
他只要说遇到这个怨气啊，他到这个地方哦，伊个这一魂来个家哦，都拨落来，你看多厉害！啊，拨来要创啥？来解解决伊个怨气，看伊有啥物冤，啊，帮他解决。欸、你修到有法度天文驾雾，你就是有功夫解决问题，所以全拨落来，这样。啊，那个姜子翠那一个女主角，那就是。要青琴瓦亮享受，从上界开始，伊要改青琴瓦亮，伊才甘愿，所以无爱去地界。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阎罗王就跟我们讲，说哦，他不到地府来啊，他要忍受哦那个凡尘的苦，就是那个不是他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哦，是半阴半阳，是我们人住的地方。他是纯阴，死掉以后纯阴，佛菩萨是纯阳，纯阳，所以纯阳哦，他可以哦，就是无所不在，不管他是半阴半阳，不管他是纯阴、纯阳的都可以，都可以去了。那纯阴的就不能到半阴半阳，就不能到纯阳，他只能在纯阴的地方，就是这样。啊，因为他就是有那个很大的不甘愿，所以他宁愿受那个苦，哦，要在凡尘，要抓住一个人，抓住一个人，啊，这一个哈、哦、凶手，原来是他的姐夫啊，他的姐夫呢，看这个小意思哈、哦，又漂亮又有钱，他就是要了，也要钱也要人，那、啊、小意思都不要，他、啊、竟然把他害死，他、啊、害死以后啊。哦，把那分尸装在那个皮箱里面，就丢在那个姜子翠，然后，哦，那个，那个死的那个小姨子啊，就真的是把他哦，千金瓦亮。那我们凡人看到哦，他的姐夫就死在哦，那个宜兰那边的防空壕里面，啊，他的身边哦，就是有一瓶米酒。一瓶米酒不会死人的啦，检查不出死因。那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有了解那个过程，才讲去用青琴瓦亮亮一点下去啊，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什么原因死的啦，不知道死因，找无死因啦，敢那讲死伫防空壕内底，啊边啊一罐米酒，敢那安尼尔，就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该灭掉去了，该毁灭掉去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做那一些哦，那个伤天害理的事啊，那个都不能做的啦，不能做。知佛为子一心，何华呢？不因心之所立啊！这个知佛呢，跟我们讲说我们在凡尘啊，就是我们一心哦，这个万法都为心啊，所有万法也都是我们的心哦。这个何华不因心之所立啊？什么华不因为心才建立的？所以要了解说。万法呢，都是唯心，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真心。但了唯心，只要我们呢了解透彻啊，全部都是真心。物华无生，名为妙解。能够领悟啊，这个华无生，本来就没有生，因为没有生呢，就没有灭了。没有生灭、啊，这个呢叫做妙解。妙解呢，就是佛。佛呢，就是有妙觉。那么一念超越取在呢，观论者耳。我们一念呢就可以超越。只要呢我们认识了原来啊万法都唯心，然后呢我们那个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没有生灭没有这个凡尘的所有这一些都没有，这样呢我们一念呢就可以超越不在呢。那个凡论，就是
哎，所有的个啊真理一大堆那个啦，那个叫环论，哦，很多的那个论述啊，哎，这个讲出来的哈，哎，那个，哦，所以这个很殊胜的。那么思维哦，轮回大苦，哎，我们在凡尘呢，啊，就是要哦思维哦，要正思维，轮回呢大苦，我们在呢六道轮回里面哦，啊，都要受很多的苦，纵然是享乐哦，也是受苦啦。我们要知道那个都是哦不实在的，很短暂的。那么众生呢，哦愚痴啊，哦障蔽不觉不知，我们众生呢都很愚痴。哎，就是哦，很笨啦、啊。哎，这个哦，这个老一辈的讲，哎，行为唔白吼、哦，啊，唔行为拢看个灰老，听懂意思吗？这个养的不去抓它了吼，啊，不养的把它抓到流血。哎，这个或许那个小时候常常听或许母亲讲这一句话，那行为唔白，唔行为看个灰老。该注重的都不注重哦，不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哦，那个叫众生愚痴啊，哦障蔽啊不觉不知，我们已经诶障蔽啊，哦障碍啊蒙蔽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呢不觉不知，哦不知道说我们已经诶哦障碍蒙蔽啊，哦我们的佛性呢使它呢出不来，那么常以身见啊，哦起之或来。哎，都用我们的身见，身体啊所产生的见解，哦，用这个身见啊来，哦，这个造业，哦，起诸后来，哎，因为迷惑了，我们身见啊，啊，就是由迷惑产生了、啊，才有身见，那、啊、身见啊，哦，我们把它用，那就呢感染凡尘嘛，哎，叫惑染，哦，这个迷惑呢感染凡尘。广增呢过失，哎，就呢一直啊，哦，增加呢过失啊，哎，这个胡慧啊不修，哎，多修那一些哦过失啊，哦，都是呢增加罪过。那有哦这个罪过的生死轮回相续不绝，哎，就一直在六道呢生死轮回，哦，这样呢，哦，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知有智者呢，哦，应当远离。所以我们呢，啊，有智慧的话呢，哦，要远离，哦，远离呢这个身见，哦啊，不要呢啊造业，哦害自己。那么诱惑啊，思维，哦，愚痴迷暗啊，哦，起三种思，花，哦，动花生雨，造善恶业，熏事成种。哎，这个起三种痴啊，贪嗔痴，哦，愚痴迷暗，哎，我们就起哦贪嗔痴啊，哦三种思想，然后呢啊这个动花哦发动呢哦生语，哎就是发动呢我们身体去做，发动嘴巴来讲话，哦哦所以这个身口意啊思呢就是意，哦这样呢啊我们就造了很多业。哦，这个善恶业都造下来，然后熏我们的八识啊，就成种子。哦，如是呢，名色六路啊，哦，触受苦报啊相续。哎，这个名色六路触受呢，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哈、哦、那个名称啊。哦，从无名，然后呢，眼行、眼视、眼名色、眼六路，哦，眼触、眼受。然后眼爱缘取缘有，哦，眼生呢，眼老死，哎，这个十二因缘苦报啊，哦，相续啊，一直在延续。爱取呀、啊，哦，残忍，哎，我们因为爱，哦，所以就哦想拥有，哦，那个取呀、啊，就是想拥有，然后呢，被这个爱取呀、啊，哦，缠住了，哦，我们论者啊，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呢，这样呢。啊，就是啊，已经在造业。那么增长有知啊，哎，十二因缘里面的那个有，哎，已经呢，我们有取了，就已经啊造业完成，就叫有。啊，因为有就要接受生，因为生就有老死，哦，所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叫定理。
那么如是哦，劫生哦，老死啊，随免哦，就是有了以后啊，一定呢要来完成受生，接受果报。那一定哦，出生了以后啊，就一定有老，一定有死，哦，就难免，就一定要去接受。那么观生时哦，少畏啊，多苦。哎，我们呢要观哦，这个观照啊，生死哦，少畏啊，多苦。哎，那个美味很少，苦的很多啦。哎，我们生在凡尘哦，享乐的时候很少，受苦的时候很多，逼迫呢哦，身心哦，是可厌烦，哎，可以使我们讨厌，哎，是患难的事哦，所以不要落入生死。数以啊清净啊微妙之法，哎，我们呢就是哦要快哦。要呢，哦，这个来清净啊，微妙之法，哦，很适合来清净微妙之法，哦，断之烦恼，把所有烦恼呢都断掉了，哦，求出轮回，哎，就是要处理呀，啊，六道轮回，哎，只要我们把哦那个根源，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根源，哦，能够了解，哎，那就了解说。知烦恼啊，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哦，那我们呢就可以转烦恼啊成菩提了，哦，既然能够生发是佛性本体，哦，那个烦恼的内容就不要管它了，我们就管那个能生的哈，哦，那个佛性本体就好，哦，所以啊就可以转烦恼哦变成菩提了，就可以啊跳出六道轮回，哦，不再呢哦苦海中沉溺了。若近恶友，假如说我们接近啊，哦，一些负面，讲话都是讲负面的，哦，思想也都是负面的，那一些叫恶友，我们不要呢接近，接近会害我们，拉我们到哦三恶道去啊，所以我们不要接近，哦，我们定力不够之前啊，不要接近，哎，定力够你可以把它拉过来，你再去接近，哦，那不够呢，我们就不要，哦，不要受它影响。哎，不要渡他上天堂没成，我要反被他渡到三恶道去了，哦，那就划不来了。哎，所以我们先哦，不要接近恶友，哦，单着欲乐啊，哎，不要哦，这个沉迷在哦欲乐里面。那个呢，欲乐啊，哦，我们说身体在享受欲乐，其实都是在受苦啦，造罪啦，哦，那个都划不来的。那么人天之报啊，尚不能得。何况无上菩提，哦，假如说近恶有单着欲乐呢，那个人天哦，人道天道那个果报都没有，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近恶有啊单着欲乐已经哦落入三恶道了，人天哦人道天道啊没有，哦已经没有了，哦所以讲尚不能得，那么何况无上菩提，哦那个人道天道都不能得了，无上菩提更啊得不到。哦，那么远离贪爱，亲近善友，哦，亦无嗔恚。哎，我们远离呀，贪也远离爱，哦，那个私心的爱啊，我们远离。然后要亲近的善友，哦，那个呢，哦，这个啊，拉我们行善的啊，这些善友我们要亲近。哎，可以呢，哦，最起码会往生天堂，在天道之中。哦，亦无嗔恚。也没有那个哦嗔恚的心，没有生气的心，因为众生都是平等，哦啊凡尘万法都是啊因缘际会的，所以遭遇啊哦没有让我们生气的哦那个原因，就不要生气。修即见性，哎，我们就是要修哦那个如如不动的我们那个啊佛性本体的哦那一些呢啊这个行持信心啊清净。哦，要相信我们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能够呢啊，这个信心清净，哦，佛性来就可以清净，善根呢就可以成熟，所以哦，我们呢要了解到，哦，假如说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修道的力道啊，哎，那个都不强，那个就是哦，善根不够，累积的善不够，所以我们动力啊，哎，都一想要修那拢无。无迄个认真的心，那个就是吼、哦、善因缘不足，哎，啊，我们要培养，哦，培养那个，哦，那个善的因缘，
所以慧贤呢都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哦，要呢满腔欢喜嘛，想说哦，人生难得，我现在有人生哦，然后大道又难逢，我起码有个地得得啊哦，你看这个慧贤都讲哦，晚上睡觉盖着棉被都要偷笑的，哎，啊满腔欢喜，因为你满腔欢喜啊，那个脸部的表情啊就很祥和，那、啊、这个叫做色相布施啊，哎你。每天跟人交接的时候啊，你都吼、哦、欢喜心啊，很柔和的那一种吼、哦、面色待人，人家看到就很喜欢跟你亲近，那个就已经你在布施，在累积那个善了、啊。所以你让这个善吼、哦、一直啊哦累积多的时候啊，哎这个善它会生根，叫善根。然后又一段时间让这个善根啊成熟。啊，善根成熟了，你自然那个修道的心啊，就会动力很大，哎，啊，就会有哦，那个善知识啊，引导你走上圣佛法，哦，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啊，哦，培养那个善，哦，要使呢善生根，要使善根呢成熟，哦，这个很重要。那么为法哦不惜啊生命，哎，我们为了哦这个法，因为法呢就是佛。哦，我们为了要自己成佛啊，哦，不惜生命，这个生命呢，哦，我们可以抛了、啊，可以啊，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这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命你再怎么爱惜哦，它都会死掉了，哦，一定会死的啦，这个有生就有死，形象呢，我们再怎么样去照顾它哦，哎都没有办法哦，使它呢永远长存，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哦，在有哦有生之年，我们有主宰力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可以主宰自己要怎么走，哎，往东往西可以自己主宰。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努力哦，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能够呢启发，然后培养哦，让它茁壮长大，哎，这样呢，我们呢哦就已经啊哦可以进入法身。以法为身啊，就是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哦，进虚空遍法界。那身体没有就没关系啦。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啦、啊，我们假如说吼、哦、啊，这个一口气不来，那糟糕了，我们被业把我们推呢，哦，去现象，哦，做得好啊，推到天道去；做得不好，推到三恶道去。哎。人道做得不错，要把我们推到人道来，嗯，在凡尘呢，受人家称赞了，哦，说你哦很会做人，哎，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某某人很会做人，那个表示他人道做得不错，哎，所以哦，上天成全大家的意思，又他哦又让他到人道去了，哎，那我们了解说，人道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经过的这样啊，哎，啊也只有这样啊。没有可贪恋的地方，嘛干那安尼俩，哦，对不对？我们人道很享受，也只有这样了。哦，你到天道去呀、啊，哦，咱像看人咧念经，哦，迄连桥安尼吼，大家安尼，哦，疯狂的伫迄连桥卡咧问，啊，伊嘛干那安尼俩，哦，也不值得我们去追啊。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也都有去处啊，哦，去处一到了，就进入轮回。不值得我们去追求那个，所以我们要追求到哦这个长期光土，就是我们讲的无极旅天啦、啊、诶咱都要登在无极旅天哦，在旅天里面，我们不要在象天，不要在气天，我们在旅天，知道吗？嗯，很殊胜的哦，我们在旅之天，不要在象，不要在气，哦，在旅天。为法呢不惜生命了、啊、何况外财哦，生命都不哦不爱惜了，那外财外面的财产更不重视它哦，那个我又带不走，哎，所以就不要呢哦去累积呢那一些哦这个啊财产，肉贪利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哦，这个尊重呢哦称赞世人愚痴啊，然后说呢贪着利养哦，贪着饮食衣服哦，卧具一样，哎，这个叫世事供养，哦，那贪的话呢，哦，贪人家正宗，哦，这个称赞，这个人呢就很愚痴啊，
哦，则为我慢，就会呢变成哦骄傲，骄傲呢就是我慢，我们的人呢都会这样。当我们研究真理了解了以后，我们也会骄傲，会比一般人，你都不把我把，那个也是我慢。所以哦，很多人哦，这个听了真理，研究了真理以后啊，不知不觉哦，都会骄傲。不知不觉会造业啊，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们要呢自我约束啊，说本来就是平等哦，没有可骄傲的地方哦。既然当人了，我们就是要哦这个好好的来哦这个修持，让自己啊能够脱离啊哦这个苦海，破坏啊哦戒律哦虚妄不死，假如说我们呢。哦，有那一种比人家高一等的那个心呐、啊，就是哦，这个我们都是希望哦，这个高人一等，哦，希望讲比人家哦，他搞他强，那个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要呢追求哦真理，真理是平等的，哦，没有高低呀、啊，都是平等，哦，所以只要呢我们追求平等，就不会破坏戒律，哦，不会走入啊虚妄不实。那么远离哦佛法微妙法门哦，所以啊这个假如说有骄傲的心啊，就已经呢远离佛法哦微妙门，已经呢哦离开啊微妙的法门，不知不觉啦，所以我们这个不知不觉哦还蛮厉害的，不知不觉叫做无明啦，他无明就会造业，所以骄傲就是会造业哦，这个看人不起啊，那个不行。哦，有高低心呐、啊，他、啊、那个不平等，哦，不平等啊就没有德，所以平等是德，哦，见性也是功，功德呢在我们的法身上哦来找。那么以身口意啊，哦而不相应，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已经呢在这个身口意啊啊不相应了，那我们呢这个所有哦这个一切啊，哦都是要跟真理啊相应。哦，身口意啊，要跟真理相应，这样呢，哦，自然而然都没有业了。我们呢，所做的所为啊，就好像呢，这个天哦的行持一样，哦，这个天的行持啊，白天夜夜，春夏秋冬，哦，它一直啊这样哦运行啊，都没有造业。那我们呢，能够跟真理相应，也就是这样，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行持啊，都没有业。那没有业啊，我们要不要受苦？又不用了啦，没有动力把我们推来受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受苦也没有苦啊让我们受，哦，除非我们发愿，哦，发愿要度化众生，哦，才有呢那个苦啊让我们来接受。可是呢，当我们发愿度化众生的时候，所有的苦也变成乐啊，都不苦。那么唯求哦外相。假如说呢，我们就求外相的话，表示说呢，我们就是追求凡尘的哦那个福报啊，啊不要那个福报哦，有限的啦，都是很短暂。那我们要追求不生不灭哦，那个真心佛性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跟天地哦同寿哦一样的，跟天地一样的哦那么大哦，心啊不极静哦有持。追求外相，心呢就不极静，哦，无惭无愧啊，所以我们落入凡尘有哦形象啊，就是要惭愧。为什么我本来就是佛啊？为什么现在会当人？所以要惭愧啊，我们有惭愧哦，才有人的资格。那假如说没有惭愧啊，连人的资格都没有，有惭愧啊，才想哦恢复啊到我们佛的本位。那么远离菩提，哦，无惭无愧的话呢，就会远离啊菩提，就不想呢追求菩提，哦，非是啊真修之人，他呢就不是呢真正的哦这个修道人。